孟子万章章句下。其万章曰：敢问不见诸侯，何意也？孟子曰：在国曰市井之臣，在野曰草莽之臣，皆为庶人。庶人不传之为臣，不敢见于诸侯，礼也。万章曰：庶人召之意，则往矣，之日见之，召之则不往见之，何也？曰：往矣，义也；往见，不义也。且知之日见之也，何谓也哉？曰：为其多闻也，为其贤也。曰：为其多闻也，则天子不召师，而况诸侯乎？为其贤也，则吾未闻日见贤而召之也。穆公弃见于子思，曰：古千乘之国已有事，何如？子思不忍，曰：古之人有言曰：是之云乎？其曰：有之云乎？子思之不忍也，岂不忍？以谓则子君也，我臣也，何敢与之有也？以德则子是我者也，奚可以与我有？